演过同一个角色，知道这个角色里面的人生，他的思想经历了什么事，然后听到娟子老师聊到中间，我还是很感动。吴谨言、赵丽娟两代令妃同台，感动相拥。回到台下，吴谨言还红了眼眶，因为两人算是跨越21年一起现身。哥哥，我要告诉你一句很重要的话。什么话？你现在已经被皇上认了，你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小燕子了。1988年，赵丽娟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饰演令妃，从中年时期就一路陪伴在乾隆皇帝身边。反观《延禧攻略》的魏璎珞，但你知道的，我一出生就没了母亲，后来又失去了姐姐，让相氏去死。从少女时期演到中年，成为令妃，伶牙俐嘴模样令人印象深刻。如今两人跨越21年同台，赵丽娟一袭黑色长洋装，雍容华贵；吴谨言白色晚礼服更显优雅甜美。有打个招呼什么的吗？太打招呼了，还在那个台上拥抱了呢，见面了呢。亲密的接触了一下。两代令妃惺惺相惜，就算现在赵丽娟已经53岁了，依然保养得宜，不输年轻貌美的吴谨言，也为典礼增添更多话题。记者陈正茂、李玉涵综合报道。